教练，我不想当捕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捕手一直蹲着，特别累。那我给你搬个凳子，让您一直坐着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爸爸。我好不容易把他今天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逃课来的。天启是一个特别好的孩子，然后打电话我说天启啊，你过来帮我看看你要不要他，他就马上就答应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快。因为这样可以不上课，这样可以不上课。